是哪个橙子？买一个洗衣液吧，我最喜欢喝的口味是这个橙子口味，我的偶像。小红书的朋友们久等了，今天下午呢我正好也没事儿，准备去超市采购一些就是在剧组然后在酒店或者在现场需要吃到或者用到的一些东西。在超市我现在看到一家这个吐司店，我经常买吐司，我一般呢比较喜欢吃全麦的，因为全麦比较健康。保质期是几天啊？今天上市三天。好，买一袋吧，谢谢。这个是剥好的柚子，然后就不用我自己动手了。拿个橙子，买点鸡蛋吧，因为健身需要吃，然后最近那个咬也咬不动，就多吃点蛋白质。买一个洗衣液吧，亲肤的，像袜子啊、打底裤啊、内裤啊什么的都可以自己洗。哦，这种像这种玉米片，我其实不是很喜欢用奶泡，然后我在疫情期间学到了可以用这种椰奶来代替，或者酸奶泡也挺好吃的，但因为我戴了牙套这次就不能吃了，先不买了，太硬咬不动。坚果呢，其实各位同学可以每天吃一袋，其实坚果挺好的，然后它是优质的这个脂肪。这是进口的饮料，同学们如果不想长胖的话就尽量买无糖的，因为无糖它的那种糖分是不会被人体吸收的。这个牌子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是我最喜欢喝的，因为它无糖。我最喜欢喝的口味是这个橙子口味，但这首歌我的偶像啥时候再开演唱会啊，我还要去买票支持。好了，这个奥利奥我得买两盒，为什么呢？因为是我这个工作室的小伙伴们特别叮嘱要给他们带两盒饼干回去吃。对，我最近因为也是想增肌减脂，所以我买零食之前呢一般都会看一看成分，比如说它这个叫糙米饼，它的每100克能量有20%，但它的脂肪含量挺低的，像这种油炸的这种它的脂肪含量就比较高，里面有43%，所以就是减肥的同学们一定要少吃这种，这个可以试一试，挺充饥的。然后这个暖宝宝，这是剧组必备，那到冬天穿的很少，真的挺冷的，所以有的时候会穿秋裤，然后贴上几层暖宝宝。好了，这些呢就是我今天要采购的。其实在剧组生活这点东西真的不够，只是说给大家看一看到了超市逛的应该我会采购一些什么东西。走吧，咱们去结账吧。嗯，哈喽哈喽，从结婚开始恋爱，谢谢谢谢，记得支持我们。哎呦我天，买了挺多的，走吧。好了，今天的采购就结束了。小红书的同学们呢可以经常来我的小红书看一看，我会不定期的分享一些好玩好用好吃的东西，或你们呢也可以在小红书下面留言，我看到了会尽量回复给大家的。嗯，今天就这样吧，拜拜。小红书。